做事用的。老板背叛出来，所有投资资金全部亏光，就在这里全部亏光。他以前全部投资的赚的全部都亏光，就在这个时候。2017年呢，丁酉年上半年走丁的运，上半年走丁的运，因为他钱全部亏光了嘛，所以他怎么办？重新找工作去了。虽然他就走到就进入半导体公司，半导体属火，电子产业属火，确实让他财务上受损不少。2018年戊戌年，戊戌年是不是火土？对，火土火库，对，他呢也不差。又进入一家专门承接国防武器、负责电子模组研发公司的这个工作，所以算还不错，哦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另一件事，他的木火就是他来财的时候，对，他的用神就是他来财的时候。所以你看，我就特别把他的整个弄出来，你看他后面是乙巳丙午金官。所以你觉得他会大发？会。能看清前面好几个案例，他跟王永庆和陶朱公一样，都是乙巳丙午金官，而且这边还有戊神呢。有没有大家有想认识他？那认识他的话，我们好好的跟他巴结一下，搞不好以后就是你企业家。应该啊，我觉得，因为他鼻子长得哦，那个鼻子哦，你知道那个。鼻子啊，他虽然我这个鼻子长得也不会太差，他的鼻子长得更好。他鼻子那个人长得也是有点奇怪，有钱人长得那个脸长得奇怪。你看那个马云啊，那马云是长得奇怪，外星人。马云真的长得让我很钦佩。马爱世荣啊，因为他在录影，所以我就是马云，让我长得钦佩。一脉关真。反正这鼻子完全是看不到鼻孔的，这整个一个大一个这样下来，完全看到鼻孔，那脸是这样，脸也长这样。那不要说他给我们认识，那一定很吝啬，为了我们钱。你看我们有钱人都吝啬，老师不会吝啬，对啊，吝啬。好，所以你看这个人还没有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一生平。肯定会打的，但是后面是怎么发起的不知道，要等他以后发生什么事情，我觉得很强。家臣出生在广东潮州，企业家，出生为李超人，香港富商，亚洲首富，香港也是首富很多年。他的身价330亿，有个最强的比尔盖茨。933亿，有没有人比他更高？到目前为止啊，好像没有吧。我不晓得。那马云多少？马云可能没有比他高，马云没有比他高，他应该是最高，他应该是最高全球。333亿已经很高了。他的八字你看，很厉害吧？对，上面全部都偏财，可是这是一个身弱格的。是不是身弱？所以你觉得身弱不会发财吗？我们之前讲身弱会发财吗？不一定哎，身材身弱跟发财无关啊，看你有没有走到那个大运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它是一个身弱格量嘛，看这边就知道。甲木五月生是不是泄？甲木五月生是泄，甲木下面又生金，是不是怎么样？没有根，对不对？甲木下面是生金还没根？甲木旁边两个戊土，还有克号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极为身弱的人，极为身弱的人要走硬运嘛，对。所以他的用神要木水。身材两极，我们刚刚讲身材两极。强旺日主的五行和财富五行均要很强旺，而且要源源不绝。这边有一个源源不绝，你看这边，这个上面是不是有财？偏财偏财偏财，但是偏财要什么来生它？一定要食神伤官，对不对？食伤来生财，所以它下面有个伤官，对不对？食伤来生它上面有偏财，所以火生土，
所以让他的财怎么样源源不绝，他占到这个优势，他占到这个优势，而且这个地方有透干的，偏财透干上来，而且下面还有根啊，这个偏财下面还有根，你知道吗？下面还有偏财在，全部都是财，这边有偏财，那偏财，偏财偏财偏财，三官七煞在下面，偏财偏财，广告都对，好强。那超强啊，应该是的、啊，也算的，应该算，应该是。还有好几个小老婆啊，那报纸都很短啊。有，应该还蛮多的啦，但是在这里不敢讲，这是有名人，蛮厉害的一个人、哦、但是你看，这么有钱的一个人，这么有钱的一个人，但是他不是乙巳丙午丁未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要的是什么？他是木水，他要的是木水，他要的木水，他不是金水，他要的是木水。好，偏财透干，容易得财，透干表示慷慨的意思，所以这个人慷不慷慨？慷慨，超级慷慨啊！捐款、慈善事业，哦，他建学校，对不对？哦，没有慷慨，交不到女朋友。所以他是属于什么燥热的命局？属于燥热的命局、哦、所以他要什么木安水。李嘉诚哦，甲木戊土三柱天干戊土，偏财都干，非常慷慨，气血佳。好，我刚刚有讲到说，因为他的月干戊土下有一个五月三官，可以来生戊土的偏财，表示食伤生财，让财不断。对，财运不断。好，38岁，看这边，38岁，他要人，他要木和水，对不对？所以他38岁开始这边有走，前面还没有金，前面是金嘛，他从39岁开始，哦，所以他从39岁开始呢，人是偏木大木，水来生，生入了甲木，让甲木进入这五年大运开始状况起。对，财多身弱，财多身弱是不是要运来运行嘛？对，前面有个口诀嘛，财多身弱要运行，所以它是属于财多身弱要运运行，所以运只要一进来，它就开始要运行，就可以有点小数了。一进到十九岁到58，哦，一直在走到这边来，78，这边全部都是。行30年的木水运，可以真逃出宫廷的，这个人是超厉害的。对，李嘉诚他戊土偏财透干，这边三柱偏财透干，尤其是两柱年和月透干的人，年是看他祖先，对不对？月是看父母亲，对。所以年月透干是不是属于长辈？对，他花了很多钱在老人慈善方面，还有对故乡贡献，所以他。进潮州大学，就帮了他的故乡很多哦，这个人很慷慨。那我本身因为也是这个偏财在这里，哦，所以我也算慷慨的，不会太吝啬。所以因为你们奖励说多少钱，我说150嘛，以前那时候我已经算了。这个奖励可以作证的，哎，没多少钱啊。那么少，其实这个奖励没多少钱，但是我为什么要收你钱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搬运费，我在旁边搬过来搬运费。比尔盖茨好像听说是大学没毕业，听说是大学没毕业吧？怎么那么厉害？所以学历重不重要？不一定啊，看他以后做什么。哦，他如果一直在钻研的话，他就是挺厉害的，不用读啊，到时候还是读博士来。美国著名的企业家、投资者、管理工程师、慈善家，所以他应该也有，你看慈善家对不对？他应该也有偏财透干在月柱和年柱这边，你看偏财透干、哦。所以我以后是不是会也是一个慈善家？慈善家。哦，虽然还没到，但是我可以看到我未来是一个慈善家。表示你会发大财。
希望，是不是？我很希望，对啊。但是我过去生中三次都是佛，觉得好像还是有困难度在。听到这个很讨厌，你知道吗？三次都是佛，干掉这个习气。所以这一次才要住人啊！对，要住人，不要住太多人，能住就住，不能住也不要住。最近敏感度越来越重，敏感度越来越强，稍微不对劲靠近我旁边，我就开始往头昏，头昏想吐，我这种东西要闪远一点。怎么靠近你旁边？不对的人呢、啊？不是的，靠近我旁边我就要闪，因为越来越敏感，看得到吗？看得到。不用看。我不是说我要看得到，是那个感觉就来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感觉就不舒服了。你要看到，不能不用看到。那我其实我现在也是会怕，因为你要是不会一件事嘛，你要不舒服的时候，你什么事都不用做了。就好像说，大家晚上有人聚餐说要喝酒，我明天早上要去上课要教书。那我今天晚上喝酒，我明天早上怎么去上课教书？头昏脑胀，今天晚上还要备课。对，那我所以就这样，那个人离我远远，我开始不舒服。对，我明天还工作，我这样被他一干扰，我整个身体不舒服，我都开始生病，我还要工作。可以跟他沟通吗？会闪，对吧？会闪。可以跟他沟通吗？会讲话的时候远一点，或者是根本就不想讲话。他问我什么问题，我就闪一下，不想处理这个问题。以前我不太会列这个，因为以前敏感度没那么差，没那么敏感嘛。对，现在越来越敏感。我前两天还发生一个很奇怪的事，我明明在做梦，我自己也告诉我自己，我现在在做梦。我知道我在做梦，因为我眼睛闭起来，我在做梦。后来我看那个场景好清楚。我也告诉我自己，我在做梦。我看这场景，这个场景那么清楚，我是在做梦，那模模糊糊，我怎么那么清楚呢？我明明就是在做梦啊，结果还在梦里面。那个场景好清楚，就跟一般人一样。比如说，我看那个墙壁，墙壁不是那个，叫做水泥对，水泥如果它没有漆上那个这个油漆的话，是不是会有那个沙粒的那种？物品那个对，我为了要证实我自己在做梦，我还很近的去看那墙壁哦，一颗颗的沙子哦，还真清楚哦。这是现实生活还是在做梦？可是我明明是在做梦啊，走在楼里面这样走来走去，迷宫里面走来走去，不出来。后来我就醒来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在做梦，可是我自己还知道我在做梦，你知道吗？没到这种地步。连我自己在做梦我都知道，还很太离谱了。那个梦境是在打仗的时候，壕沟啊，在打仗的时候，我自己身上背着枪。啊？那个时候是什么时代？我爬到树上，后面有条蛇，我看那个蛇，那个响尾蛇对着我的头，都对着我，然后我要是在逃掉的话，那个蛇肯定要冲过来，你知道吗？我就马上从那个树上用弹的，轻功弹出去，后来掉到悬崖下面。掉到悬崖下面以后呢，那悬崖不高，掉下去以后呢，我就看到一个壕沟，里面很多士兵在里面背着枪，每个人都背着枪，那我就冲进那个壕沟里面。对，那个很，那简直在战争片好清楚，你知道吗？可以看太多。还有幻想，是元神漂移到前。应该是奇怪第几次？第几次？三佛之后。三佛之后，对。对啊。那次不是佛的。两次。那次还是需要钱的。想象力特别。对，它极为深弱，所以它使用神要清楚。因为。机会深入，他所以他需要清楚。看这个，这个命盘里面人水在旁边，对不对？人水旁边是有个人水，但是不得事，因为旁边有个丙火在，对不对？这个人水水在这个地方是巽，巽中是带有土，土是带丁火的哦。这个是一个，这个是带的这个火库嘛，这是
火库，下面这个也是火库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寅午戌，寅午戌是三合火，但是它是半合火，好，不管，这个整个看起来呢，基本上呢，它是一个属于身弱格的，它要清水，它清水，所以它走运一定要走清水运比较好。月干透，月干呢偏财透干，四柱定支，未虚虚雨，均常有丁火，而且还有什么木在里面，所以它应该是属于木火比较旺的。财旺但身弱不单财，它财旺，财透干，它有财运透干。看下面，这边有两个七杀，这边还有食神，对不对？财旺，这边还有三方，三方生财，这边有个偏财在。所以财旺，但是怎么样？不单财，财旺不单财，什么时候来帮他？要走硬的运，要走比肩硬的运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他要走金水比肩硬的运，才能够单财，财必旺。从三七岁开始，五年起，走人，这边走人，哦，他是五年五年走，是走人，哦，四十六岁走心，再来五十七岁。五十六岁、五十七岁开始走根，哦，他是从这边开始发起来的。李兆基，李兆基博士，香港的巴菲特，也是香港的商人哦，他是香港第一个首富，292亿，292亿，前面那个是300多亿，那个是李嘉诚在美国亿。他的，你看他的命盘。这个是属于身强身弱格，戊土下面有丑辰亥，丑辰亥旁边有两个癸水，两边旁边有两个癸水哦，这个要走火木运，这是一个身弱格的，癸，这个癸戊癸，是不是会来合它？戊癸会不会合？戊癸合成的吗？戊癸有没有合成？因为戊癸要合要看下面，因为戊癸本身要合成火，对不对？可下面不是水，它合不了，它合成不了，啊，合成不了就没办法了。但是这癸对他来讲都是财，对不对？都是财哦。好，辰中有藏有水的土，辰是一个水库嘛，对，丑是一个金库。亥本来就有水，哦，所以基本上呢，这个土对这些人来讲的话，这是一个比较冷的土，所以它还是要火木啊，哦，所以它要火木的时候，你看它是不是又是乙巳丙午金婚？对，它只是倒过来而已。嗯，它从59岁开始发起来，所以呢，它还是乙巳丙午金婚，就它其实只要一走午乙巳丙午金婚就是发起来。但是呢，它有个好处是什么？你看，财来救我，财来救我，就是财与日主五合，合而有情，就财来救我。因为癸戊癸合，财来救他，就财来救我的格。哦，这是财来救我的格。哦，所以我们下面来看一个一代为人二的命盘，一代为人二的命盘是不是财来救我？咱今天生日可以把它拿出来。一代伟人二人命盘真的是才来救我。你看鬼在这边，这边有个鬼的，这个鬼有没有来救他？和而不化，和有没有和而不化？和而化了哦，化了，还是一样，但是没有化。为什么呀？下面丑土，土是水晶的土啊，它和而不化，哦，而且这是格格啊，不管这个才来救我是后面这个。这个后面的鬼正也救到他了，才来救我，正才透干上来了。他这个命盘是看起来是像个身强还是身弱格的？火生土，未这个是属于身强格的人哦，非常身强，非常身强，再来才来救我，是不是很好？财是不是他的用神？金水啊，金水喜用神，财是他的用神。所以呢，他是不是才来救我格的人？所以会不会发？会，他会发。哦，什么时候发？太早发了。